It's you。这里是欢迎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机场，然后等一下目的地是一个非常，我认为非常浪漫、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城市。因为马上到十一了嘛，然后十一结束之后要去别的地方去要演出。咱们就是先去找一个地方为1997这张专辑，然后去找一些灵感，然后继续去创作，继续去解锁一个新的城市。我们一会儿见。现在我们刚安检完之后，然后准备要登机了。 All right, let's go. Hi.我6点多起来，现在1点多才到的。嗯，天哪，你这在录啊？嗯，对。非常疲惫，然后现在咱们先去到酒店放一下东西，收拾一下，然后我们要去找点吃的，好吗？然后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现在我们刚上车，第一次来澳门，说实话还是有点小激动，体验一下这个澳门大家给我带来的热情吧。这叫什么桥是吗？啊，这叫什么桥啊？西环桥。西环桥。电影里面出现的画面，刚才其实就是喝了一杯，就是在路边买了一个那个凉茶，那家店好像叫百家汤凉茶。然后我跟老板娘聊了一会儿，然后因为聊得很投入，所以就忘记了录像。他本来是个医生，看了一下我的舌苔，然后还有下舌根儿，看了之后说我的舌苔还行。他说你是不是老喝沸水？我说什么叫沸水？他说沸水就是奶茶，冰的奶茶，什么那些东西。我说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不喝。他说那挺好的。然后那你推荐一个这个吧。然后刷刷刷，然后从底下拿了一个壶，然后给我倒，哐哐倒了一堆，就是那种中药类熬成的那个凉茶。然后喝完之后，现在我说会不会拉肚子？他说不会。看看今天晚上，现在是差不多9点左右。今天晚上到酒店之后，看看会不会拉肚子，好吧？
刚到澳门第一天，然后今天去了几个就是好吃的，然后喝了一些好喝的，然后逛了一些好逛的，来六层，就在六层看了看我们高级的就是游泳馆，还有健身房，还有这个夜景。Tomorrow. 있잖아방안에놓아있다보면哦，现在是中午了，我们准备先去买一杯咖啡，再去找一家当地的葡国菜去尝一尝。今天第一顿葡国菜，好吗？然后有咖喱，好，还有饭，也是，全都是碳水，但是这碳水让我看出来就是很好吃的样子。这叫蒜蓉什么？这是叫什么来着？忘了，忘了，就是这有点带点蒜味的面包，哇塞，好香！这个叫蒜蓉包，然后这个叫……对，现在这个是你找，你分了五个人。阿里巴巴，我们阿里巴巴鸡扒饭啊，鸡扒饭。我记得是那个蒜蓉包，这蒜蓉包就是我平常就对咖喱的金属感的，就是不会突然没事儿。本来的话，屁股放。不会一个人没事回家去吃咖喱，但是呢，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太累，我那咖喱之后，整体来说就是哎呦，觉得不太好看了，但是非常香。我第一次觉得咖喱如此香。Nice.来到了比较高级的地儿，让我们看看这边都有什么吧。哦，有人在拍婚纱照。刚下完雨，所以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是那边太阳就已经出来了，就是整个非常显得非常大气。
the darkest, then you come around and the sparks lit. I can be myself and be honest. I can be myself. I can build a wall out of sadness. You don't give a damn if I'm damaged. You know. 我上船之前告诉我，船夫不太会唱歌，有点难过，但是。逛了一圈，知道的情呢，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同时，我也感受到了澳门的大家对游客的热情招待，总体来说是体验感非常不错的。虽然只待了三天嘛，对吧？然后明天早上起程回北京，然后就是在周边再逛一逛之后，我就准备回酒店休息了。然后继续在澳门旅行，到这里呢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如果大家还要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在比较主要的下面留言，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拜拜。